辰，新年行大运。大家好，我是童雅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童雅。美国正式对中国人免签的第一天。可是这件事情道歉有用吗？给力了，我真的为中国速度点赞。杭州在开亚运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童雅。现在呢，我来到了丽江。欢迎来到我的草原。大家好，我是童雅。泰国在干嘛？不就是在布置一带一路？今天童雅正好要飞一趟缅甸，我们带你去看看真实的缅甸。月算一下，差不多有一个八个点，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在帮他收房吧。带你去看看我们在上海的第一套房子。第一次在泰国做这个还是比较紧张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童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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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我们又回来迪拜了。现在童颜在迪拜给大家拜年了，在新年之际是祝大家龙马精神，恭喜发财，都能来到迪拜赚大钱哦。